爸爸，你又和我妈吵架了。怎么，又想劝我去道歉啊？我不去。你一天到晚的，能不能干点正经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翅膀硬了，动不动就想教育我呀？我没教育你，我是想了解一下情况，为什么吵架？为什么？我想问他要点钱，请我朋友吃个饭，问了半天，他都不给。什么朋友？什么朋友？别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借钱帮助过我的朋友。那你跟妈妈解析了吗？没有。那这事哪要怪我妈呀？对，算，我懒得跟你说。那这我存了几百零用钱先借给你。不是你有这么好心啊？你天天向着你妈的。妈妈的话有理我听，没理我可以选择不听。爸爸，人这一辈子要感谢四个人：当你穷时借钱给你的人，当你难时在背后支持你的人，当你苦时和你同舟共济的人，当你病时给你端茶倒水的人。拿着呀，身体不好，少喝点。